这个比赛就是要让大家，我们就要在院区里面模拟新的这个路桥建成之后，如果院民真的要去用的话，会遭遇哪些困难？那我们就会一起走到我们第一个赛场。盖一个路桥，然后那个路桥是这样上去，然后转三圈才能进到院区。那个他们骑的，我们等下会比赛那代步车，他如果这样转三圈，其实很不便的。然后他们就自己先盖的那一个嘛，正常那一条，直直的那一条，他们自己先盖那个，然后再跟着。上坡了，加油！等一下，部长陈时中就来帮你加油了。加油！加油！部长，帮你加油！对，快点冲啊！所以就说大平台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平台比较好嘛，这样子以后院民就不用走这么难走的道路了。哎呦，过弯，可以丢，可以丢。这就是我们模拟院民受伤的，因为他们末梢神经会被麻风杆菌吞噬啦，对，就是有时候会停，因为伤口会让麻风杆菌就比较没那么自在，有办法吗？